我一直投资了很多的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公司呢很多都是互联网啊，现在通信科技啊，其中呢就是包括了现在最重要的，就咱们国内的防火墙的问题。这个有突破性的进展的一家以色列公司最近向我展示了这个它的技术，它这个技术呢就是从这个卫星上啊，通过另外一方面立体的，就是将信息叫天女散花般的扔到了有防火墙的地方，包括北朝鲜的地方，这个任何地方，就是这个就像当年我们使用这个虚拟电话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收到那种广告啊，各种信息，就有人往你这个在周围的散发。那么这个技术手段呢，从天空中扔下去，扔下去以后是没有任何办法，就是说这个能阻隔这个信息的扩散的。那么最重要，说你有手机。只要你有手机，有联络方式，这个信息你就会被截到。那么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